今次为大家带来的乐曲呢，就是一首传统的乐曲《雨打芭蕉》。《雨打芭蕉》这首曲呢，就是由大八版变奏而成的，由何柳堂传谱，已经风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了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的。今次我用的呢，就是我自己编的，用秦琴主奏。用秦琴出来的是什么音色呢？就当然跟拉弦吹的都不一样。今次 有多少新的变化呢？就是今次用了秦琴的泛音，而且呢就在反复的时候呢，就我提高了一个八度，用不同的音响效果呢，就来表现所谓雨打芭蕉这种情景，用不同的音响效果呢，使到这个画面呢，它是更加之畅快和突出打字，希望大家欣赏。